我明啦，咁科費啊，心科費，心科費。都姐有問題，難過猜得謎。今次同大家睇下馬國明嘅演藝生涯，而喺介紹嘅資訊當中，有邊一個係錯嘅呢？馬國明咁多年嚟一直拍劇無數，仲演出過唔少深入民心嘅角色。唔知你哋知唔知？原來馬國明係藝員訓練班畢業㗎，加上個人又勤力，所以咪有咁多演出機會咯。而喺佢嘅演出裏邊，好多時都會見到佢做醫生，拯救過無數嘅生命。翻查歷史，原來佢做過嘅醫生角色最高級去到顧問醫生。到而家都仲有間接性。除咗拍劇，馬明亦都作出多方面嘗試。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原來佢曾經做過綜藝節目主持，呢一次就同都姐一齊去玩，幾開心啊！當然亦都唱過歌啦。話俾大家知，原來馬國明電視上第一首歌就係電視劇《同撈同煲》嘅主題曲《沙煲兄弟闖情關》，唔係未聽過係嘛？簡單睇過馬國明嘅介紹，究竟有邊一項資料係錯嘅呢？一、二、三、四，邊樣係錯嘅？好簡單啊！係咪可以用功能卡？可以。啊，我打俾馬國明先，但我驚佢而家拍緊劇，聽唔到電話咪嘥咗。咁點啊？你試下打。你就咁問佢，全部邊個係錯嘅？係，好啊，好啊，好。咁你插落去啦。你哋又出咩功能卡呢？無敵嘅喎呢個。可以嘛？佢同馬國明。佢一定係。咁我哋呢個啦，呢個啦。佢實係打俾嗰個人。搏一搏啦，搏一搏。你哋都打電話？唔係。唔打，打乜鬼啊？有版歌又冇唱，唔係啊，寫多個答案，呢個係寫多個答案啦。OK OK， 你哋決定打俾邊個？fans 嚟嘅，哦，即係呢一個係 TVB fans， 係所有嘢佢都知嘅，係，哦，即係監製嚟㗎啦，直接打俾監製，而家通咗咯喎，通咗，喂，係，喂，我想問咧，馬國明咧第一首劇集主題曲係咩啊？劇集歌，唔係係唔係同撈同煲嗰首主題曲先？劇集。唔係咯，但我知佢第一隻歌唔係呢隻歌。第一隻唔係呢隻 ，OK。咁佢曾經飾演顧問醫生係咪啊？唐明啊嘛，心胸肺應該係嗰個係顧問。哇！好勁，係唐明啦咁。心科肺啊！哦，心科肺，心科肺，好勁啊！謝謝你，二一橋，夠鐘，拜拜。可以除啦，誒，俾個答案啦，你哋。係咯，佢講咗個D係。擺個答案出嚟。開㗎啦，你都要開㗎啦。系兩個答案，你用咗張功能卡二或者四，係咪？呢邊係四，四就係因為正話嗰個電話俾咗你個答案。嗯，你點解揀二咧？佢個劇裏邊係咪唔係叫顧問醫生啊？係咪再高級？再高級啲嘅四就係唔知佢喺唱呢個同撈同煲之前係咪佢自己都有一首。歌曲係唱過，我知有嘅，係有嘅，好似係奧運嘅。咁樣嘅其實就唔使諗三啦，因為藝員訓練班啊，可能係出曬名㗎啦。出曬名，我唔知佢有冇畢到業喎。係咯，哦，即係佢讀，唔知係咪中間已經藝員訓練班冇畢業，係啊，冇畢業啊，冇畢業就即係出咗嚟做咯。答案係乜嘢咧？一齊去片睇答案。等我話你知咧，資訊四係錯㗎。馬國明電視上嘅第一首歌其實係2004年同林峰、吳卓羲、陳建峰、黃宗澤、黎諾依一齊以 TVB 六星姿態合唱嘅 TVB 雅典奧運主題曲《愈強愈勇》。但係你亂講嘅頭先係，我係亂噏嘅。兩個都啱喎。